Hello，大家好，这里是陪你学车道，我是裴老师。今天呢，我们给大家陆续的录制新的课程。上一次呢，我们给大家录制了闪烁的小星，很多的朋友呢，给老师发这个私信，都把这个作业完成了。我们最近呢，由于老师的工作有点忙，没有及时的给大家更新，我们今天就抽出来一节空给大家录制我们下一首作品，叫做《哩哩哩》，也是就是春天在哪里的那首歌。首先呢，老师来给大家看一下乐谱。我们把乐谱乐曲当中需要注意的地方，还有乐曲的时值，我们先来演唱一下。我们先来看一下乐谱吧。先来看一下这首曲子是 D 调的，高等于 D 就是代表是 D 调的，也就是用我们的 D 调唢呐统音做烧来进行演奏。十二拍，每一个小节里面有两拍，以四分音符为一拍。我们先来唱一下：咪咪咪哆嗦嗦，咪咪咪哆咪空。嗦嗦咪哆嗦嗦嗦，拉西哆咪软空，咪咪咪哆嗦嗦，咪咪咪哆咪空，嗦啦嗦啦嗦发咪哆嗦咪哆空，发发发嗦啦啦啦，软软软软嗦，哆哆哆软咪咪咪，嗦嗦嗦嗦软。嗦啦嗦啦嗦发咪哆软嗦哆空，嗦啦嗦啦嗦发咪哆嗦咪哆空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首曲子里面需要注意的地方。首先呢，就是八分音符，八分音符的时候呢，速度我们是一拍两个音，咪咪咪哆；四分音符的时候是一拍嗦嗦，一拍一个。这个稍要短一点，我们吹半拍就可以，嗦嗦。然后这是吸气符号，我们吹到这个地方可以吸一口气，然后进行下一个小节。我们没有标连线的，上面没有标这样连线的地方，我们都是运用吐音。这首曲子当中，我们只是在最后的地方用到了连线，嗦啦和这个嗦啦。那我们前面呢都是进行单吐演奏，到这个地方就是吐兀，我们要这个地方吐，这个地方呢就不要吐了，直接抬开手指就可以了。吐兀吐吐，就是吐兀。吐吐，嗦啦嗦啦嗦发咪哆来嗦哆，这个地方也是开头的第一个音要吐。如果大家不明白的话，可以看老师以前发的那个课程里面有这个分连奏练习。演奏提示：此曲较为欢快，演奏上要有跳跃性，注意八分休止符的吹奏要短促干净。我们要把八分音符吹得比较干净。好，老师给大家做一个示范，大家先来看一下。希望同学们在课下呢，把这首曲子给练好。好，我们现在已经唱完了这首乐谱，也知道了里面需要注意的地方。没有连线的地方呢，我们全部要用单吐来进行演奏。乐曲当中呢，唯一的两个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，有两个连线。我们第一个音稍出现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用吐，后面的拉就不需要再用吐了。老师完整的把这首曲子给大家录一个示范吧，大家来看一下。好，今天呢，我们的课程就讲解到这里。喜欢学唢呐的朋友呢，记得一定要关注裴老师，关注我们的课程，陪你学唢呐。期待更多的学员加入到我们学习唢呐的队伍中来。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下期再见，谢谢大家。